个吉祥物钱不好赚啊，过年的时候还要来一段舞龙舞狮。过年应该是有 double 了，应该不是跟平常算一样的钱。哇，领 double 要做两份工、double 再 double 了。今天在梦想家的主场，大年初七的比赛，可以看到现场其实蛮有这个过年的氛围，是包含了吉祥物，还有球员，还有其实他们现场场边，我们可能镜头没有拍到一些场边活动，其实都蛮有这个过年的气氛的。没错，